怎么样？后面同学能听到吗？能听到吗？我怎么觉得好像那个这个声音好像不太理想，是吧？我先试好了啊。现在声音好多了吧？好，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学习脂类代谢。在我们今天呢，用一节课的时间把脂类代谢学习结束。接下来的一节课呢，我们要学习新的一章——生物氧化。那么，今天的内容还是挺多的。那个，希望大家呢，就是。精力保持集中，然后跟着我这个思路走。如果那个不跟的话，可能有可能就是听的效果就不好了。在前面呢，我们已经学习了脂类代谢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甘油三酯的代谢，包括甘油三酯的分解以及甘油三酯的合成。这张图呢，就是把甘油三酯的代谢进行了小结。那么在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这个提纲来，就是复习相应的内容。比如说，甘油三酯分解的第一步是什么？脂肪动员以后呢，生成脂肪酸和甘油。那么脂肪酸呢，可以进一步的氧化分解。这个脂肪酸的氧化分解呢，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什么？贝塔氧化，然后生成乙酰辅酶 A。这个乙酰辅酶 A 呢，进入到三羧酸循环，或者呢，可以生成酮体。那么乙酰辅酶 A 呢，又可以作为原料去合成什么？合成脂肪酸，脂肪酸和甘油再结合呢，生成甘油三酯。这个就是甘油三酯代谢的情况，包括分解和合成。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学习新的一节，就是关于磷脂的代谢。什么是磷脂呢？大家可能不陌生，因为我们知道生物膜它的主要成分有什么，还有磷脂。那么磷脂呢，实际上就是含有磷酸的脂类，phospholipid。磷脂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甘油磷脂，一类呢叫鞘磷脂。那么这两类有什么区别呢？它的骨架不一样。甘油磷脂呢，它含有甘油的骨架，这个和什么分子比较像呢？甘油三酯。那么鞘磷脂呢，是含有鞘氨酇的骨架。今天我们要学的关于磷脂的代谢呢，是学习甘油磷脂的代谢，这部分我们不去学。所以呢，后面所有的内容呢，都是关于甘油磷脂的。这是甘油磷脂的结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构是不是和甘油三酯非常像？这边是什么？甘油骨架。这个骨架的第一位碳上接了一个脂酰基，就是一个很长的脂肪酸的链，是吧？第二位上呢，也是。第三位上，如果是甘油三酯的话，它接的是什么？还是脂肪酸的链，但是呢？这个甘油磷脂呢，它就不是了，它有一个磷酸，还有这个 X。这个 X 呢，它可以是有不同的种类，有的是肌醇，有的是丝氨酸，有的是胆碱，有的是乙醇胺，有的是磷脂酰甘油。那么根据这个 X 的不同呢，就可以把磷脂分成不同的种类，比如说有。磷脂酰肌醇、磷脂酰丝氨酸等等，后面呢会向大家介绍。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甘油磷脂的结构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二位上的这个脂酰基，它跟一位上有什么不一样啊？它有不饱和键。这个不饱和键呢，它这个脂肪酸的来源呢，通常是食物的这个必需脂肪酸。大家还记得必需脂肪酸的概念吗？那么这个呢，通常是从食物来源的，这个结构呢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结构和甘油三酯非常像，它的代谢呢就是和甘油三酯也有相似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看一下不同的
灵芝。这个呢叫灵芝酰肌醇。那么灵芝酰肌醇这个 X 呢就是一个肌醇的结构，就这部分绿色的这个背景的这部分是肌醇。那么这个肌醇呢，它如果是 PIP2， 就是说它加上两个磷酸基团的话呢，就是 PIP2， 就磷脂酰肌醇二磷酸，它可以分解成 DAG， 就是甘油二酯和 IP3， 这两个分子呢，后面我们会学习到是重要的信号传导分子，是第二性使，是第二性使，就像前面我们学过的那个 CNP 是第二性使一样，那么这两个分子呢也是第二性使。而看这个这部分是其实我们已经熟悉了，这是什么？丝氨酸。那么如果 X 是丝氨酸的话呢，这样一个分子就叫磷脂酰丝氨酸，简称 PS， 简称 PS。 这个 X 呢是乙醇胺，那么这个磷脂分子呢就是磷脂酰乙醇胺，那么它有一个通俗的名称叫脑磷脂，这个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有一些营养品的这种广告，它会说富含什么脑磷脂啊，或者是其他的，是吧？那么脑磷脂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磷脂酰乙醇胺 PD。 还有这个部分呢是胆碱，这部分叫胆碱。那么如果 X 是胆碱的话呢，这个磷脂就叫磷脂酰胆碱，叫 PC。 那么磷脂酰胆碱呢也有一个比较通俗的名称叫卵磷脂，这个是不是也听说过？脑磷脂和卵磷脂经常是一块出现的。那么我们今天学的生化的这个磷脂的代谢，就知道它的就正规的名称一个是磷脂酰乙醇胺，还有一个是磷脂酰胆碱。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上下两个分子结构上有什么联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乙醇胺，这个是胆碱，好像是这个比它多了甲基，是吧？那么乙醇胺呢加上甲基，三个甲基以后呢就变成胆碱了。还有这个磷脂酰胆碱，它是细胞膜含量最多的磷脂。再来看最后一种，这边 X 是不是很大？很大，就是这个绿背景的这个。这个 X 是什么呢？它是磷脂酰甘油，磷脂酰甘油。那么这个总的就是这边磷脂酰甘油加上这个磷酸加上这边一个磷脂，那么它统称为二磷脂酰甘油。它也有一个通俗名称，就是锌磷脂。锌磷脂这个我想大家也听说过。那么锌磷脂呢是线粒体膜的主要脂质，是线粒体膜的主要脂质。以上呢就是关于磷脂的一些结构，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种类呢就取决于它的 X 不一样。甘油磷脂呢是可以在体内合成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甘油磷脂合成的相关知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甘油磷脂在哪合成，是在细胞的内脂网，是在这个细胞器。那么其实全身的各个组织都可以合成，都有合成磷脂的能力。肝肾肠最活跃，这个肝呢总是被我们提到，就在这个物质代谢的时候总是被我们提到，它是人体的化工厂，它可以进行很多代谢反应。那么合成的原料有哪些呢？有饱和脂肪酸，有甘油，有动物饱和脂肪酸，磷酸盐、胆碱、丝氨酸、肌醇。那么这些呢看了很多，其实不难记。怎么记呢？大家想一下怎么记啊？就从这个结构来记，它是不是有甘油的骨架呀，然后连着有脂肪酸的链，还有磷酸，还有 X 呢就是乙醇胺啊、胆碱啊、丝氨酸啊等等。那么我们还要注意一下，这个合成的原料呢它还有 ATP 和 CTP。 CTP 是什么？是一种核苷酸，是吧？带有几个磷酸的核苷酸啊？三个。然后含的碱基是什么？
望密定。那么我们记住，在合成甘油磷脂的时候，有时候需要用到这个 CTP。在前面我们学习某一个物质的合成的时候，也涉及到三磷酸水平的核苷酸，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就是合成什么的时候，合成糖原的时候是什么 UTP？ 对，然后那个葡萄糖要进行活化，变成 UDP 剂，是吧？那么这个地方呢，它也需要三磷酸核苷的来参与，就是 CTP。合成的基本过程呢，分两种途径，一种途径呢是叫甘油二酯合成途径。那么磷脂酰乙醇胺、磷脂酰胆碱，就是脑磷脂和卵磷脂，是通过这个途径合成的。这个途径大家有印象吗？前面我提到过，甘油二酯合成途径，还记得吗？在合成甘油三酯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说有两种途径啊？有没有同学能记得？甘油三酯两种途径，一个是甘油一酯途径，还有甘油二酯途径，是吧？好像都还给我了。那个没关系，一会儿会帮大家复习一下。一种途径叫甘油二酯合成途径，那么为什么叫甘油二酯合成途径呢？是因为它在这个中间呢有一个重要的产物叫甘油二酯，然后呢，这个要合成磷脂酰乙醇胺和乙醇酰磷脂酰胆碱呢，需要它来提供 CDP 乙醇胺和 CDP 胆碱来分别提供乙醇胺和胆碱，一会儿呢会给大家介绍详细的过程。另外一种途径呢是 CDP 甘油二酯合成途径，就是和第一个相比呢，前面加一个 CDP。那么为什么叫这个途径呢？是因为它这个 CDP 甘油二酯是一个重要的中间产物。那么磷脂酰基醇、磷脂酰色氨酸和这个锌磷脂是通过这个途径合成的。也就是说，我在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有五种甘油磷脂，那么其中有两种呢是通过甘油二酯途径合成的，有三种呢是通过 CDP 甘油二酯途径合成的。首先我们来看磷脂酰乙醇胺和磷脂酰胆碱的合成。这两种物质的合成呢，首先要合成这个 CDP 乙醇胺和 CDP 胆碱，那么由它们提供乙醇胺和胆碱，再合成卵磷脂和脑磷脂。那么这两个物质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就是简单的看一下这个过程。这个是色氨酸，色氨酸脱羧以后呢就变成乙醇胺了，那这个乙醇胺呢磷酸化以后就变成磷酸化的乙醇胺，然后这一步我们看和 CTP 反应变成了 CDP 乙醇胺，大家看这个过程是这样的。那么胆碱又是怎么来的呢？胆碱是乙醇胺加上碱基，三个碱基，那么形成这样胆碱。刚才我向大家介绍结构的时候，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胆碱和乙醇胺它的结构是有相联系的地方。那么这个胆碱呢在磷酸化，然后再和 CTP 反应生成 CDP 胆碱。那么到这里呢，合成磷脂酰乙醇胺、磷脂酰胆碱原料就有了。再来看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甘油二酯合成途径，葡萄糖到三磷酸甘油到磷脂酸，那么到这个一二甘油二酯，这个途径其实我们已经学过了，是在什么时候学的？合成甘油三酯的时候有一个甘油二酯途径，就形成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式，就是这个甘油三酯还差一个什么，就这样一个结构，还差一条脂肪酸的链。那么这个结构呢叫一二甘油二酯，这个一二甘油二酯如果再加一个脂肪酸的链，是不是变成甘油三酯了？那么这部分从葡萄糖这么过来，一直到这儿，是我们前面学过的甘油三酯合成的一种形式，叫甘油二酯途径。这个途径是在哪种组织形式的？
大家还记得吗？有哪些组织可以合成甘油三酯啊？肝、脂肪组织，还有什么小肠是吧？那么小肠呢是甘油一酯途径，肝和脂肪组织呢是甘油二酯途径，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过来的。那么我们再来回到今天要学的内容，就是甘油磷脂的合成，脑磷脂和卵磷脂。到这一步都是一样的，和甘油三酯是一样的，只不过到这儿就分叉了。如果一二甘油二酯加上 CDP 乙醇胺，就变成磷脂酰乙醇胺了。然后如果加上 CDP 胆碱的话呢，就变成磷脂酰胆碱了。这个就是甘油二酯合成途径，是合成脑磷脂和卵磷脂的方式。我们再来看还有三种甘油磷脂是怎么合成的，磷脂酰基醇、磷脂酰色氨酸还有新磷脂。那么前面葡萄糖、三磷酸甘油到磷脂酸这些都一样的，到这时候呢它不是把那个磷去掉了，而是进行包甘转移酶的催化，生成 CDP 甘油二酯，所以这个途径叫CDP 甘油二酯途径，是吧？那么 CDP 甘油二酯，这个 CDP 是从哪来的呢？是从 CTP 来的，也就是刚才我向大家介绍这个甘油合成、甘油磷脂合成的时候需要 CTP。那么这时候呢，它加进来以后就变成这样一个物质，然后呢，分别和肌醇反应就变成了磷脂酰肌醇，和色氨酸反应就变成了磷脂酰色氨酸。和磷脂酰甘油反应就变成了二磷脂酰甘油。这么看来，其实它的合成的过程并不是太复杂，和甘油三酯的合成呢有相似的地方。那么除了我向大家介绍的前面那两种途径以外呢，甘油磷脂合成的还有其他的途径，其他的途径呢就是一些基团的那个置换或者是转移。比如说磷脂酰乙醇胺如果酥化以后就变成磷脂酰色氨酸，或者呢它的乙醇胺和色氨酸进行交换也可以变成它，因为色氨酸脱缩以后变成乙醇胺，是吧？那么它酥化以后就和这个脱缩相反的过程就变成它了。或者呢磷脂酰乙醇胺加上了甲基就变成了磷脂酰胆碱，因为乙醇胺甲基化以后就变成胆碱了，就是还有这样一个途径。前面我们学到了人体内怎么合成甘油磷脂，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甘油磷脂的分解。甘油磷脂的分解呢是由磷脂酶的 phospholipids 来催化。磷脂酶它有多种种类，它的命名有 A1 A2 B C D。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示意图，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个不同的磷脂酶它的这种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它们有什么不同，这几种磷脂酶它们那个切割这个磷脂的位点不一样，是吧？那么 A 在哪呢？A 是切这个直线基， A1 是一位上的， A2 呢是二位上的，对吧？然后呢这个是 C phospholipid C， 那么它切的是磷酸基团和骨架的这个连接的位置，而这个 D 呢是磷酸基团和取代基团，就是 X 之间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根据磷脂酶它水解甘油磷脂的这个位置不一样的分成A1 A2 B C D 等等。那么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我听听同学说了 B 在哪儿，怎么没有 B 啊？如果 B 的话应该是作用在什么位置，大家看看有哪种可能性。大家先带着这个疑问啊，那个我说了这个磷脂酶有 A1 A2 B C D， 但是呢这个图上呢只有 A1 A2 C D， B 不见了。那么磷脂酶 B 呢它其实不是作用于这样一个分子，而是作用于溶血磷脂。什么叫溶血磷脂呢？我们看这个和这个就是溶血磷脂。大家看这个
个龙血灵芝和我前面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看这边这个是龙血灵芝，这边呢这个也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少了一条脂肪相的链，那么不是一位上少的，就是二位上少的，是吧？那么这个灵芝呢叫龙血灵芝，龙血灵芝和普通的灵芝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它的表面活性非常强，它可以使得细胞膜溶解，那么如果红细胞溶解的话它就破碎了，那就发生溶血了，所以呢这个灵芝呢也叫龙血灵芝，它的名称是这么来的。那么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灵芝酶 B 到底作用在哪儿啊？我们看它切的也是这个脂酰基，那么一位上的脂酰基二位上的脂酰基它切割是由这个灵芝酶 B 来切割的，那么我们用了很短的时间呢其实就把这个灵芝的代谢就学完了。我们学习了灵芝的合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甘油二酯途径，一种呢是 CDD 甘油二酯途径。那么还学习了灵芝的分解，通过灵芝酶来水解，灵芝酶呢根据它作用的部位不一样呢分成有 ABCD。 这一节内容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凑，我们就知道它的怎么合成的，怎么分解的，还有哪些主要的种类，就是我刚才向大家介绍的五种就是这么多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学胆固醇代谢。胆固醇大家其实并不陌生，就是如果你去体检的话，就是给你一个告诉你一个结果，说胆固醇高了，你什么时候比较紧张了。那么胆固醇呢它有两大类，一类呢是游离胆固醇，还有一类呢是胆固醇酯。这个是游离胆固醇的结构，我们注意到这个上面这个地方三位上有个羟基，这个羟基如果接上一条脂肪酸的链的话呢就变成什么了？胆固醇酯了，就是它酯化了。胆固醇呢我们人体可以自身合成，也可以从外源摄取，所以呢它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外源食物，还有内源。我们既可以自己合成，又可以从外源的食物摄取。那么哪些食物含的胆固醇比较高呢？肉类、动物内脏、蛋黄、奶油。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去体检发现他的胆固醇高了，这些东西是要多吃还是少吃啊？要少吃啊。这个胆固醇的消化吸收呢是在小肠，和其他的脂类物质一样，甘油三酯酯的那个消化吸收也是在小肠，这是一样的。那么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植物性食物它不含胆固醇，但是呢它含有这个贝塔谷固醇、麦角固醇这种固醇类的物质，还有这个纤维素。那么这些物质呢其实对于这个胆固醇在体内代谢是有好处的，它是可以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所以胆固醇高的人，他一方面限制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还可以一方面是什么？多吃这个蔬菜，因为植物性食物里面它富含这些帮助胆固醇排出的物质。接下来我们看胆固醇的合成。胆固醇的合成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要求掌握的内容不是很多。合成的部位呢是在细胞的胞质和内质网，也就是说在线粒体外，几乎所有的组织都可以合成。那么主要的合成部位是什么呢？是肝。大家注意这个肝，就是它这个老冲在前面。还有呢小肠合成的也比较多，肝呢大概占了就是这个总量的70%-80%，小肠的10%。合成的原料呢是乙酰辅酶 A。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胆固醇合成的部位呢是在细胞质和内质网，但是呢它的原料又是来自线粒体，来自线粒体。那么学到这儿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面我们所学的代谢，也学过以乙酰辅酶为原料合成物质，大家还能回忆起来吗？脂肪酸是乙酰辅酶 A 为原料，这个合成的部位是在哪？是在线粒体外，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物质也是以乙酰辅酶为原料的，大家想一下。啊，酮体，哦，既然同学说了酮体，但酮体的合成部位是在哪？是在细胞的线粒体内还是线粒体外？线粒体内，是在干细胞的线粒体。嗯，那么我们在学习那个脂肪酸合成的时候，还知道这个脂肪酸合成的原料乙酰辅酶 A， 它是也是来自线粒体。那么它的合成又在线粒体外，是不是要把它运输出去啊？运输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柠檬酸丙酮酸循环。那么同样的，胆固醇的合成也是，它的原料是在线粒体，它必须要通过一个转运机制，要运输到线粒体外。那么转运机制是什么呢？其实和这个脂肪酸的是一样的。大家还记得这个吧？乙酰辅酶 A 和草酰乙酸缩合柠檬酸。那么柠檬酸可以通过相应的载体运输到胞质，然后柠檬酸的裂解就把乙酰辅酶释放出来了。草酰乙酸呢，它不能自己回到线粒体内，而需要转变为苹果酸，由苹果酸载体运到线粒体内，然后苹果酸再变成草酰乙酸，或者呢苹果酸然后变成丙酮酸，脱缩以后变成丙酮酸，然后转运到线粒体，丙酮酸缩化以后变成草酰乙酸。这是我们前面学习的那个合成脂肪酸的一个这个转运，而合成胆固醇呢是和它一样的一个机制。需要乙酰辅酶为原料，需要十八分子，很多的，还需要 ATP 提供能量，还需要这个还原型的辅酶二，这个呢我们又看到了来自磷酸物糖途径，所以呢胆固醇的代谢和糖代谢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分子多少分子不用记，十八、三十六等等，这个不用记。我们知道有什么原料需要消耗能量，需要还原型的辅酶二就可以了。合成的基本过程，大家看有多少步啊？三十步，非常非常多。这个三十步呢，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甲羟戊酸的合成。然后第二阶段是合成沙烯，第三个阶段合成胆固醇。那么在这个基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前面这个阶段，而这个前面阶段呢也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要知道，一会儿我再讲给大家点出来。那么在这个第一个阶段呢是分成三步，分别由三个酶来催化，有乙酰硫解酶、HMG 辅酶 A 合酶，还有 HMG 辅酶 A 还原酶。那么在这个三个酶当中，其实我们已经见过两个酶了，还记得吗？乙酰硫解酶和 HMG 辅酶 A 合酶在哪见过呀？合成酮体的时候，那么这个 HMG 辅酶就叫羟甲基戊二烯辅酶 A。这个三个酶当中，我们要记的是这个酶。HMG 辅酶 A 还原酶，为什么要记呢？因为它是胆固醇合成的限速酶。我们来看第一个阶段的合成，从这个地方到这个甲羟戊酸这个地方是第一个阶段，后面我们可以不用管它，那么我们看第一步，这个是什么？这个分子是什么？乙酰辅酶 A 有两个乙酰辅酶反应。生成的这个叫什么？乙酰乙酰辅酶 A， 这和酮体合成是一样的。然后呢 ，HMG 辅酶合酶生成 HMG 辅酶 A。那么这个是不是和酮体的过程一模一样啊？但是大家注意的是场所是不一样的。酮体是在线粒体内进行的，而这个呢是在细胞质。所以呢，虽然它的反应是一样，但是呢它场所不一样。
然后接下来呢 HMG 辅酶 A 通过还原酶，这个酶呢是胆固醇合成的腺素酶，通过它的催化呢变成了甲醛固酸，然后再进一步变成沙溪啊，再进一步变成胆固醇，这个过程呢就是差不多这样。我们要记住的是原料是乙酰辅酶 A， 然后腺素酶呢是 HMG 辅酶 A 还原酶，而需要和酮体的合成区别的是酮体合成的腺素酶是什么，酮体合成的腺素酶是这个酶，是它是合酶，而胆固醇合成的腺素酶是还原酶啊，这两个在记忆的时候要区别开。胆固醇合成的调节主要是受代谢率的调节，如果外源的胆固醇多了，那么内源合成就会减少，那么如果外源的来源少了，而内源合成就增多，这个是机体一种自身的调节，保证胆固醇在体内一个存在是一定的浓度。那么胆固醇合成的调节呢，还受一些激素的调节，比如说胰岛素，胰岛素是这个降血糖的这个激素，它是促进胆固醇的合成，而胰高血糖素呢是抑制胆固醇的合成，还有甲状腺素，它也是促进胆固醇的合成。那么激素对于这个胆固醇合成的调节呢，它并不是说这个激素直接去和这个胆固醇合成的相关的酶去结合，而是通过一个信号传递通路。大家还记得脂肪动员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个信号通路，激素和受体结合以后，通过 CNP 啊 PKA 啊，然后使得酶磷酸化、去磷酸化等等这样的调节。那么这个地方也是这些激素对于胆固醇合成的调节是通过调节哪个酶呢，就是通过调节这个酶，这个酶是什么，胆固醇合成的腺素酶，通过调节它的活性。那么比如说像胰岛素，它是促进它的合成，那么它肯定是使得它的活性是增强的，而胰高血糖素它是抑制胆固醇的合成，那它肯定是它的使它酶的活性是下来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调节体内合成胆固醇的这个速度。刚才还有一个忘了，就是这个甲状腺素，它除了可以促进胆固醇的合成呢，它还可以促进胆固醇转变为胆汁酸，那么它这个转变呢要这个趋势要更强一点，所以总体来说呢它的使得血中的胆固醇是下降的，因为它一方面促进它合成，它一方面让它走得更多，这样总体的效应呢是使得它的胆固醇是下降的。那么这个胆汁酸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胆汁酸是在脂类消化吸收的时候是起乳化作用的，还记得我画了一个大图，一个大圆圈变成好多小圆圈，那么起个乳化作用，这个胆汁酸的来源呢就是通过胆固醇转变的这是胆固醇的酯化就是像这样一个胆固醇的结构，这是游离胆固醇，那么这个地方加上一个脂肪酸的链呢就变成胆固醇酯了。那么在组织细胞里面和血浆里面都分别有催化胆固醇酯化的酶，在细胞里面呢叫 A-cat， 在血浆里面呢叫 L-cat， 那么这个细胞里面和血浆里面它这个酶的就是提供脂腺基的来源是不一样的，在组织细胞里面是由脂腺辅酶 A 提供那个脂腺基，提供脂腺基，而在血浆里面呢是由卵磷脂提供脂腺基，卵磷脂是脂腺基啊，那么血浆里面是通过它来提供的，这个是胆固醇的酯化。所谓胆固醇的酯化呢，就是在这个游离的胆固醇这个三位上加上一条脂肪酸的链，它就酯化了。这个是胆固醇酯化的一个示意图，那么这是游离胆固醇通过转移了脂腺基呢，这个地方加上脂腺基以后就变成胆固醇酯了。胆固醇，关于胆固醇的代谢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需要大家记下来的是胆固醇的转化，它游离的胆固醇除了酯化变成胆固醇酯呢，它还有另外的途径进行转化，
那么第一个转化是胆汁酸，40%的胆固醇会变为胆汁酸。那么每天就是正常成人每天合成的胆固醇的量呢是1克到1.5克，有40%都会转变成胆汁酸。胆汁酸的用途是什么呢？乳化脂类物质，帮助脂类的消化吸收，这是它的第一个转化途径。第二个转化途径呢是转化为类固醇激素，因为我们知道激素有一类是类固醇的，比如说像肾上腺皮质激素，还有雄激素、雌激素，这些性激素都是固醇类的，那么就是由胆固醇转变来的。还有一个途径呢转化为七多脱氢胆固醇。说到这个七脱氢胆固醇，大家可能就说没有什么感觉，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呢我们看经过这个 UV 的处理呢变成了维生素 D3。 这个 UV 是什么？紫外线。就说这个胆固醇七脱氢以后，它经过紫外线照射变成了维生素 D3。 维生素 D 有什么作用啊？促进钙的吸收。所以呢如果胆固醇缺乏的话，有可能会影响钙的吸收，通过减少了这个维生素 D 的这种生成，然后影响钙的吸收。如果钙不足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呀？对于小孩来说会有一种病，大家知道吗？叫佝偻病。那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成人呢就是有那种骨质疏松啊等等。那么看看这样一张图，这张画呢是在那个美国的一个大学里面生化系画的一幅图。那么它的标题大家看一下是什么？ The social benefits of biochemical research， 就生化研究带来的社会效益。那么我们看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啊？不是特别清楚。大致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图的这个右半边啊，这个人都非常健康，而左半边呢就是营养不良。尤其是这个小孩，大家看前面同学看得比较清楚，他这个腿是弯的，这是一个佝偻病的明显的特征。那么这个图的意思，这个画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生化的研究其实把一些发病的机制研究清楚以后，那么我们去解决这个医学的问题就可以造福于社会。那这幅图这幅画如果以后同学们有机会去这个威斯康星麦吉逊大学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也是我从书上摘下来的。那么这个为什么把这张图放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维生素 D 和这个钙的吸收是有关系的。胆固醇少了，维生素 D 少了，那么这个小孩就容易缺钙和佝偻病。还有1964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呢是和这个胆固醇代谢和脂类代谢相关的，就是由这两个科学家获得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我也是花了很少的时间把胆固醇的代谢向大家介绍了，主要向大家介绍胆固醇合成的原料是什么。乙酰丙酶 A 合成的部位是在哪？细胞的细胞壁和内质网。合成的腺素酶是什么？对，我看那个这个同学学得特别好，然后马上就能回应了。我们还要就是掌握的胆固醇的另外一个知识，就关于胆固醇的转化，除了可以酯化以外呢，它还可以转化成胆汁酸，可以变成固醇类激素，还有变成维生素 D3， 这个呢都是我们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学第六节，也是这章的最后一节，是关于血脂和血浆脂蛋白。什么是血脂呢？就是也叫血浆脂蛋白。那么它里是就是说是血浆所含的脂类。那么这个血脂呢它其实是一个混合的成分，包括了甘油三酯、磷脂、胆固醇酯还有游离脂肪酸，它们统称为血脂，就是在血液里面所含的脂类。那么这个血脂的来源呢可以是外源的，也可以是内源的。因为我们学到这儿你就知道，不管是甘油三酯啊还是胆固醇啊还是磷脂，都是可以自己合成的，也可以从食物摄取这种脂类的物质。这个血脂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空腹的时候它的含量比较稳定，
所以我们大家有个常识，如果体检需要化验这个血脂的话，是不是要求是空腹啊？空腹的话，这个测的值比较恒定。那么还有一个，大家想这个脂类的物质，它的水溶性都是很差的，是吧？那么如果在血液里面运输这些脂类物质，它水溶性那么差，它怎么能保证它的就是保证一定溶解度去运输去呢？其实它不光是，就是说它在血液里面存在，不光是脂类，还有蛋白质帮它忙。那么血脂类和蛋白质加在一起叫血浆脂蛋白，叫 lipoprotein， 叫 lipoprotein。这个 lipoprotein 除了含有甘油三酯、胆固醇啊、磷脂，还含有蛋白质的成分。这个是血浆脂蛋白的结构，它是一个什么形状？球形的。那么我们看这个球形的这个外壳，这个是什么？这个一个圆球，有两条尾巴的，磷脂，然后还有这个蛋白质，还有这个这个是胆固醇，这是磷脂，然后里面呢包括一些甘油三酯、胆固醇酯，就是这种非极性的物质。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球状的这种形状呢，把这个极性的冲在外面，非极性的冲在里面，这样呢，它在这个血液里面就是溶解度就会很大了。这样我们看到的血液呢，它就不是油乎乎的，而是比较清澈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有一个蛋白质叫载脂蛋白，apolipoprotein。这个是血浆脂蛋白里面的蛋白质成分，叫载脂蛋白。载脂蛋白呢，它的主要功能是结合别并运载脂类。在血液里面运输这些脂类物质，它没有蛋白质的话，它的溶解度很小。那么加了蛋白质以后，成这种球状的，溶解度就增大了。它的种类呢有五大类，分别是 A、B、C、D、E。我们看这名称，它会就是说 Apple A 呀、Apple B 呀、Apple E 等等。那么每一大类之下，下面呢又有小类，像这个 A 类呢有一二四，然后 B 呢有48、100，这个怎么命名的我也没有特别清楚。那么这个载脂蛋白它的主要功能除了运输脂类物质，它还有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它可以调节一些关键酶的活性，还可以参与这个脂蛋白受体的识别，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主要知道这个载脂蛋白它的功能是运输脂类的，它的功能是运输脂类的。这是载脂蛋白的一些列举的一些种类，一二四就是 A， 然后 B 呢有48，有100，还有 C 的一二三，有 D 有 E。那么对于这些载脂蛋白的研究呢，还没有最后还没搞清楚。比如说像这个 function 就是它的功能。那么有一些是空白的，它这个就是 unknown， 就是已知的摆在这儿了，还有一些未知的。那么说明呢，这部分呢，还有很多科学家正在研究当中。血浆脂蛋白的分类我们要记一下。按照超速离心法可以分成四大类，这个分类呢还是比较粗的，也有其他更细的分法。但是我们现在要记得就是这四大类。第一类呢叫乳糜微粒，第二类呢叫极低密度脂蛋白。第三类呢是低密度脂蛋白，第四类呢是高密度脂蛋白。实际上我们细心同学可以看一下，这四类脂蛋白它是按一定的顺序排列的，是按什么顺序排列的？是按密度，从大到小还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乳糜微粒的密度最小，然后其次呢是这个极低密度脂蛋白，是 VLDL。然后低密度脂蛋白 LDL， 高密度脂蛋白这个密度是最高的，是 HDL。 这个分类我们要记住四大类。这是电镜下看到的各类脂蛋白的图片。这个呢就是乳糜微粒，它的颗粒最大，然后其次是这个，然后越来越小越来越粒实这种感觉。那么血浆脂蛋白分成四类，这四类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区别呢？血浆脂蛋白它虽然分成四类，但是每一类脂蛋白它所含的组分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什么呢？是各组分的比例不一样，它所占的比重不一样。
这个血浆质蛋白它们都含有蛋白质成分，叫载脂蛋白，都含有甘油三酯，都含有磷脂，都含有胆固醇。那么所不同的是什么呢？这四种 CM VLDL LDL HDL 就是从密度从小到大排列的。那么我们看中间这个数值不一样，像这个 CM 乳糜微粒，它的哪个成分是含量最高的？啊，甘油三酯含量最高。而 VLDL 呢，甘油三酯也是很高的，是吧？而 LDL 呢，它最高的就是胆固醇了。而这个 HDL 呢，是蛋白质成分最高。也就是说，这四类这个血浆质蛋白，它密度不一样，它里面所含的成分是一样的，都含有蛋白质成分，都含有脂类成分，做不同的就是各个成分的比例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这个各类血浆质蛋白的代谢，就是这个血浆质蛋白它是在哪合成的，它有什么作用。这部分内容呢，在我们的参考教材上啊，写的很多，也不太好理解。那么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是减轻大家的这个记忆的负担，我们主要要记忆这样的一条，就是每一种血浆质蛋白的作用是什么。血浆质蛋白的作用是什么？要记住这一条。乳糜微粒它的作用是这个，那么后面还有三种血浆质蛋白作用分别是什么？我们把它记下来。乳糜微粒它是在哪合成的？其实大家已经可以回答我了，在小肠。我们在学那个脂类的消化吸收的时候，是不是学到这个乳糜微粒的合成？那么合成以后，它以这种形式，然后通过淋巴或者血液去运输到全身的组织。它里面所含的哪一种成分最多呀？乳糜微粒，甘油三酯，而且这甘油三酯的来源是什么呢？是食物来源的，是吧？是食物来源的，因为食物中的脂类经过消化到它初步的水解以后，再吸收到这个小肠黏膜细胞，然后呢再合成乳糜微粒，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它的含量最多的是甘油三酯，这个甘油三酯是外源性的。那么这个乳糜微粒中的甘油三酯被运输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去，然后呢组织地方有那个毛细血管的脂蛋白脂肪酶，这个脂肪酶的作用呢就是水解甘油三酯的，水解以后生成什么？脂肪酸甘油，这个过程叫什么？脂肪动员，就是甘油三酯变成脂肪酸甘油，叫脂肪动员。脂肪动员以后，脂肪酸就释放出来了，有甘油了，可以进一步的代谢，对吧？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乳糜微粒的这个作用是运输外源性的甘油三酯到全身的各组织去。它的合成部位呢是在小肠的上皮细胞，这个甘油三酯是乳糜微粒中成分最多的一种物质。所以就是在就是可以在那个生活中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就饱食脂肪餐以后，血里面的乳糜微粒会大大的提高，就是如果你吃一顿饭那个含的脂肪比较高的话呢，马上那个乳糜微粒的浓度就下去了，但是呢它清除得很快，半衰期是5到15分钟，很快就清除掉了。所以空腹血呢是不含乳糜微粒的，你在那个体检的时候测的是空腹血，是测不到乳糜微粒的。第二种是极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在哪合成的呢？是在肝脏合成的，是在肝脏合成的。那么它里面所含的物质是内源性的甘油三酯、磷脂、胆固醇还有载脂蛋白，它们构成了 VLDL， 就是极低密度脂蛋白。内源性甘油三酯是哪来的？内源性呢，所谓内源性就是自己合成的，是吧？那么哪些组织能合成甘油三酯啊？肝细胞可以，脂肪组织可以，还有小肠黏膜细胞。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由肝脏合成的，合成了以后呢，它就是和其他的脂类物质还有蛋白质就变成了这个 VLDL， 就是这个密度比乳糜微粒要大一点的这种脂蛋白，然后呢运输到肝外的组织，也是通过这个脂肪酶的动员可以变成脂肪酸和甘油。那么这个脂肪酸呢也可以被
和甘油都可以被组织利用。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这个 VLDR 的这个作用是运输内源性甘油三酯到机体各组织中去。这句话和前面那个乳糜微粒有什么不一样啊？啊，乳糜微粒它的作用是运输外源的甘油三酯到全身的各组织，而这个极低密度脂蛋白呢是运输内源的，这个内源呢就是肝细胞合成的。第三类脂蛋白呢是 LDL，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呢是在血浆中由 VLDR 转变，那么它的特点呢是胆固醇的含量是最高的，占了45%，也就是说那个 VLDR 里面它含有的最多的成分是内源性的甘油三酯，是吧？甘油三酯被消耗掉以后呢，剩下的成分就变成了 LDL， 这里面它含的胆固醇就比较高了，它的密度呢进一步的提高了，而且它含的这种载脂蛋白呢也比较特殊，主要的是 ApoB100，而其他的这个脂蛋白呢，它除了ApoB 啊，还有 ApoA 啊，还有 ApoE 啊、C 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它主要是 ApoB100，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条。接下来我们要记得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主要作用是运输肝脏合成的胆固醇到肝外组织。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 VLDL 我们记得是在哪合成的？是在肝细胞里面含有内源性的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肝细胞也可以合成胆固醇的，是吧？那么 VLDR 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把这个甘油三酯给了组织细胞了，剩余的这部分呢，就胆固醇呢，它其实来源也是这个肝细胞的，那么它的形式呢，就变成了 LDL， 它的密度更大了一点。还有第四种是高密度脂蛋白，合成的场所呢是在肝脏。那么它的主要作用呢是收集血液中的胆固醇和载脂蛋白运回到肝脏代谢，那么这个呢也叫胆固醇的逆向转运，胆固醇的逆向转运，也就是说这种脂蛋白呢它是使得肝外的胆固醇再回收进入到肝细胞，是一个逆向的转运。那么关于胆固醇的关于这个血浆脂蛋白的代谢呢，我们要记得是四句话，这就四句话也是很好记的。乳糜微粒它的主要作用是运输外源性的甘油三酯到各个组织，而 VLDL 呢是运输内源性的甘油三酯到全身，而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是运输肝脏合成胆固醇到肝外。第四种 HDL 呢是把肝外的胆固醇再运输回来，逆向转运，是不是还挺好记的？那么大家在看书的时候呢，那段文字就说是不是特别好理解的，如果不好理解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就记住它的这些作用就可以了。这个示意图呢是关于四种脂蛋白的代谢的情况。这个地方是小肠可以合成乳糜微粒，那么乳糜微粒含有的甘油三酯呢可以运输到全身组织去进行脂肪动员，释放出游离脂肪酸和甘油供组织细胞利用。那么肝细胞呢合成 VLDL， 就是极低密度脂蛋白，它含有内源性的甘油三酯，还有内源性的胆固醇，它的甘油三酯呢就是这个 VLDL 也可以像乳糜微粒一样运输到全身组织去利用。那么它的甘油三酯用完以后呢，剩余的部分叫LDL， 里面还有胆固醇，胆固醇呢可以供肝外组织利用。那么还有 HDL 呢是把肝外的所有的这个胆固醇呢运回到肝脏再进行代谢。这个呢就是一个整个血浆脂蛋白的代谢示意图。那么这部分内容呢虽然很多，但是我们要记得就那么四条就可以了。最后呢再提一点和这个临床相关的知识，就是血脂紊乱。那么这个血脂紊乱呢是我刚刚改过来的，因为原来我们说到就是脂蛋白代谢的异常啊，或者血脂增高什么的，现在呢这是根据2010年版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上呢它变成这个血脂紊乱了。这个血脂紊乱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就是血中脂蛋白合成和氢浮动紊乱所致。
那么这个血脂紊乱其实对人体危害还是挺大的。在临床上呢，也就是说不难去诊断，诊断的标准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就是 WHO 1999年定的一个标准呢，是如果空腹血浆 TG 呢就是甘油三酯，它的浓度大于1.7毫摩尔每升，即或空腹 HDRC， 这个 HDRC 呢是指的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男性小于0.9，女性小于1.0，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诊断的标准呢，就可以看你是不是血脂紊乱。如果是血脂紊乱了，那一定要注意了，一个是饮食的调节，还有一个药物的一个控制，这个都是必须值得重视的。那么血脂紊乱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效应呢，就是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这个是现在应该是发病率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呀？为什么会高啊？吃的太好了，生活水平太高了，那么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就是越来越高发了。所以呢，我们在座的医学生要有很大的责任感，很强的责任感了。以后就说这方面我们怎么去解决，怎么通过健康的宣传，还有就是说去怎么去更好的诊治这类病人，然后来就是说为人类的健康就是做一些贡献。这一章呢我们学完了，内容是不是很多呀？非常多。这个我觉得没有办法，大家一定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是你既然学医了，那么医学的知识就是很多的，你不可能通过什么捷径来就说我就很好的就完成学业了。因为我看同学们在那个给我那个写的那个讲课建议，有时候觉得哎呀那个就是还是难度挺大的，知识很多的，怎么能够记好呢？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要下功夫，在这个下功夫的基础上呢，用一些就是说巧妙的办法呀，然后怎么去自己整理呀，怎么去去多看一些参考资料等等，没有别的办法。这一章呢有几个重要的概念，必须脂肪酸、运动员、贝塔氧化、酮体、柠檬酸、乳酸循环、血浆脂蛋白、鳃脂蛋白，这些概念呢，一个是我们要会解释它，另外呢还要认识后面这个英文的单词儿。有些同学也是就是提议，就是这个英文的单词儿，那个好像老师给的也不够，怎么说呢，不够。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我在这儿已经就是给大家集中了，这一章的重点的词就在这儿，你会解释它，会认出它，会解释它就行了。另外还有内容，就是主要是脂肪动员，就是脂肪的代谢，还有磷脂的代谢、胆固醇的代谢。那么分别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就是染色自体的，大家根据这个来学就好了。这章呢我们就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休息10分钟，进行下一章的学习。